210层的辐射高校，它来了。15号更新内容：新服装、盼海停息、喷泉舞会。明日最贵的无人机芯片盾捕返场了，服装冰心倩影也返场了。22号会出一个新的抽奖时装，同时呢上线星海奇境家具礼盒，能让核配件成功率达到100%的熔铁，它来了。沈话预估明日即将进入全民金枪金甲军机进刀的时代，只不过呢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大家心心念的刷甲高校终于在15号来了，但是呢高校楼层提升到了210层，持续时间1个月。不过这次的高校证书非常良心，除了家具证书奖励以外呢，居然还有专属时装原码风暴，同时呢物品堆叠数量优化，商城界面优化，采集队优化。问题来了，辐射高校总共210层，你能打到多少层？